我就不相信这你也能刮干净。看，就是看你家地面可干净了，但是你这样一刮啊，绝对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咱谁家都有头发有毛毛，对吧？你看他家去吧，看见没？视频同款魔术扫把买回来了，看一下，它前面是这种硅胶的，可以180度的旋转，后面这有个卡扣，把它掰开以后可以伸长，可以缩短。它后面这个把手是这种海绵的，握起来手感也不错。那它到底有没有视频宣传的效果？我们马上开车，咱先干刮一下地下的头发碎。哇，可以啊！来看一下刮过的地面，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的头发碎。我就不相信这你也能刮干净。哇，可以啊！来看一下它快吗？刮完的效果非常的干净，再刮一下这个镜面，天哪，看一下瞬间透亮。这个魔术扫把就给大家测完了，效果你们也看到了。再提醒一下大家，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干的地面一定用干刮，湿的地面湿刮，那样的话这个硅胶不容易脱落，有需要的可以入。